其实我们两个就今天来分享一些猪的经验。其实我们本来两个人也是比较聪明。真的吗？自己觉得很聪明。真的吗？为什么我不觉得？但是其实是很多经验分享啊，但是真的要想的话就好像是我就是一个我喜欢在车上换衣服的。那有一次就因为太乱了，然后就没留意到原来那个裙子，那个半身裙的那个扣没有扣着，那一下车的时候就整条裙也掉下在地上了。那个时候还是在佐敦的街头上，所以就很幸运没有人看到。我就好几年前去那个品酒的一个活动，那通常你品酒不会一辈子就喝光吧，所以我就没有喝完那一杯酒，我就怎么说？倒了在那个他 serve 人家那个 decanter 瓶子里面，所以就很不好意思，因为我觉得那一支酒就不是便宜的一些酒，所以我就很对不起，真的很猪咯，这就是我觉得这几年很猪的事情，因为害了他们嘛。